我是这样的，我那个最近有点缺钙，然后睡觉的时候老腿抽筋，我就在这揉揉揉就睡觉了，就睡着了。大家觉得俊俊的这个理由合理吗？太合理了，太合理了。那给他们个机会，先闭眼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俊俊那个腿还在抽筋是吗？你抽两宿了，兄弟，而且这两宿都是一条腿。哥，最近我健身，然后有的时候腿需要拉伸，教练让我多拉伸，然后我拉着拉着就睡着。你太听话了吧？天黑了，今天抽了两条腿。我这个是这样的，今天练的是腿，所以腿呢就得这么来拉伸一下啊。